嗨，你好，我是蕊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中搜索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每天晚上我都会用一段声音陪你入睡。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，不如意的事情有很多，但是有一件事儿，是你一提起就像嚼食了新鲜的柠檬，从心底一直酸到鼻腔。你猜是什么？是爱而不得。你爱的那个人，他和你隔着整个银河，你只能遥远的凝望，却不能靠近。你爱的那个人，对你冷若冰霜，却对别人笑得真诚。你爱的那个人，是你心头的朱砂痣和窗前的白月光，可是你对于他，却只是墙上的文字写。你无数次地问自己，要不算了吧，他不爱你是他没眼光没福气，你何必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呢？这个世界上比他好的男人多了去了，你干嘛要在一棵树上吊死？明明也有人对你抛出恋爱的橄榄枝，只要你狠下心就能跟他说再见。可是你就是放不下对他的执念，你像一只撞了南墙也不肯回头的独角兽，深情又倔强。你恨透了自己对于感情的专一和无能为力，也恨透了自己的不争气。可是你就是爱他，你对自己无计可施。你听信了关于爱情的谣言，爱一个人就像爱一座富士山，你可以看到，但是却不能搬走。于是你拼了命地靠近，却发现爱情其实是一座移动城堡。他要是不爱你，你靠近他就是远离。你不明白为什么圆满的那么多，偏偏你是遗憾的那一个。你无数次的许愿说，只要他能爱我，无论我做什么都值得，但你还是爱而不得。你想过，大不了就孤独终老，一个人住在几十平米的小房子里，养一只肥肥的猫，下雨天就窝在窗前看书，晴天就跨上竹篓去买菜，开心就熬上一锅浓郁的汤，吹掉热气，小口的喝一碗，难过的时候就泡在温暖的大浴缸里，嚎啕大哭一阵。你想说，只是没有爱人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其实在你这么想的时候，你的眼泪早就不听话地流出来了，你心里也有一点不服气的倔强，但是你又很清楚，对他来说你不是那个良人。越长大，我们就会越明白一个道理，这个世界上无能为力的事情多了去了，爱情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。并非所有人都会遇到真爱侥幸相恋，大多数人都在等着的途中就早早花光了耐心，选择了和一个差不多的人将就着度过一生。所以其实我想说，爱而不得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儿，这证明了我们还有爱的能力，我们对爱情还有期待，有相信。我身边真的有一个姑娘，她喜欢了一个男生五年，五年当中
他看着这个男生换了一个又一个女朋友，却从未回头看他一眼。他无数次的在夜晚掉眼泪，无数次的决心要忘掉他，可是全部都以失败告终。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只会爱这么一个人，可是峰回路转，他遇见了更好的人之后，也就忘掉了那个曾经他朝思暮想却又得不到的人。我曾经问他，你为什么坚持了五年却又说放就放了？他告诉我，他以为他坚持的是爱情，但后来发现其实不是，他只是不甘心为什么他得不到。他觉得自己的深情感动天感动地，只是没有感动他而已。其实他谁都没有感动，只是感动了他自己。所以说，你所以为的深情是需要互动的。若是两情相悦，那深情便是锦上添花，会把本来就很甜的爱情调出更多的蜜来。若是一厢情愿，那就是雪上加霜，把原本就苦涩的单恋捂出更多的苦来吃。时间是杀人刀，也是毒药，会慢慢毒死那个你爱而不得的人，然后给你送来更值得爱的人，让你明白你所认为的爱情不过是蒙上眼睛的迷路，一条路走到黑也不会碰见奇迹。所以我劝你，不要再做一厢情愿的傻事儿了。你爱的那个人，如果他不爱你，那你就当做是他没有拥有你的福气。你也不用怨天尤人，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你的缘分。你爸妈生你养你，不是为了让你去为了不值得的人而受苦的，不是为了让你为了他掉眼泪的，而是为了让值得你爱的人去疼你珍惜你。而你要相信，那个值得你爱的人，他就在不远处等你。只要你肯放下过去的那个，只要你肯放下现在心里的包袱，那么那个人很快就要遇见。你的光照亮了我，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，耀眼的让人想哭，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，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，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，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眼眼里都觉得自由，有的爱像阳光经落便拥有。
那么我是想要画你的手。